你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擅闯华严阁，妄动圣像，乃是祸及全族的重罪。我又没碰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该是我问你。华严阁乃是禁地，擅闯者死，你是不要命的。我用了你的令牌，没人拦我。拿来。我不过是答应了温妃娘娘做海棠酿，但是味道总是差些。后日就是秋千宴了，我要是酿不出美酒，我小门休矣啊！你来了也好，你可知道关于酿酒的文献都存在哪里啊？好钟离，你就再帮我一回吗？那边。很有用，今日就记你一份功劳，我先走了。娘娘容禀，谨言以为此举不公。王妃娘娘这手流光，缺了尾句，因此失了意境。分明是恰好四句，何来缺句一说？大胆婢女，亲王在此，岂容你胡言乱语？让他说下去。这声音怎么有些耳熟啊？流光两字乃是比喻逝去的年光，而王妃娘娘的委屈只落在眼前之景，众位难道不觉得这样有失格局吗？千里共如何，微风吹兰渡。微风吹兰渡确实是好诗。玉王，臣妾方才说急了，收尾确实仓促了一些。本妃一言九鼎，王妃娘娘既是本妃亲自选定的魁首，便当得起这魁首之名。可是娘娘，放肆！给本妃跪下！亲王府大宴，岂容你等小辈插嘴？王妃入府不久，对府中的规矩不甚通晓，对这种不听话的奴婢不必心软，打发了便是。王妃娘娘，
非将这贱婢拖下去。不好了，湖里的鱼都死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太可怕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谁干的呀？不知道，吓人了，谁下的毒手？亲王府内竟然有人妄图毒害妃嫔，给本妃把这治酒的人拿来。启禀太妃娘娘，宴会之酒是由温妃娘娘准备的。温妃你先前玩忽职守，致使酒窖被毁，本妃许你将功赎罪。这就是你备的新酒？你敢毒害王妃，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臣妾冤枉，太妃娘娘明察。是谨言，宴酒都是他酿的，主子将你从思院局里救出来，你竟敢害主子。这酒是你酿的？这酒确实是我酿的，可是这是众所皆知之事，若我真要谋害王妃娘娘的话，我怎么会在自己的酒里做手脚呢？秋千宴之前都有何人进过后厨？回娘娘，今日进后厨的除了思膳房的人，唯有温妃身边的谨言。谨言只是去检查宴酒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把这贱婢拿下。住手！钟离，你是要抗命吗？属下不敢。钟离，他怎么会是钟离？不是的。无证之罪，岂能说拿人就拿人？誉王，你为了一个奴婢，你公然驳斥本妃。儿臣不敢。誉王，只是姿势体大，竟有人敢在本王的秋千宴上毒害王妃。本王认为区区一个侍女没有如此能力。蓄意袒护，
我的后庭之中出现这等丧心病狂之事，我定然会追查到底。钟离，在，传本王口谕，今日秋千宴上所有下人一律软禁于此，凡是经手那壶毒酒之人都给我关入府庭狱挨个审问。是。誉王，当真要如此？我定不会牵连无辜之人。我也定会惩处幕后之人。李朝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切都是假的？钟离是假的，情谊是假的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只要你是真的就够了。叫誉王了是吧？原来戏本子里写的都是真的，王爷经常扮作侍卫的样子，只是我的侍卫骗我这么久，好玩吗？誉王，我也不想骗你，只是阴差阳错句句都成了谎话。谨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你与锦房的事我也选择了相信，不是吗？好了，莫要置气，当务之急是为你脱罪。我且问你，今日宴上你三番五次的为难王妃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酒有异？我信你心思善良纯洁，但总得给太妃一个交代。你且如实同我说，不必惧怕谁，我一定为你做主。够了，誉王，你是戏本子看多了吗？如今想要演一出不成？我好心好意来宽慰你，你竟这样同我说话。瞒着身份看我在你面前一次次当小丑，你明明一切都知道，却要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这是你的好心好意？我是骗了你，但你就没有事情瞒着我吗？你是誉王，我没有胆量也没有权利责怪你，我只是很难过，我很难过，我的周礼丢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誉王，我想自己待我，请你自便吧。你是觉得我堂堂皇族亲王在你眼中尚且不如一介侍卫？是，我今日就不该管你。对，你就不该管我，更不该认识我。什么院前侍卫，什么花前月下，竟然都是骗人。